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香港美銮的 Lily。 今天跟你们介绍的就是九龙站上面晴天半岛 Sorrento 的第三座一个中层 B 单位。那个单位的使用面积就是58坪，主要就是两个房间一个套间。它房间比较宽的，还有景观比较漂亮，主要就是看远景。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先从那个客厅，主要就是方方正正的，它有两边，一边就是吃餐的，一边就是客厅。从景观你可以看到西九龙文化区那个高铁站部分，还有主要就是远景旁边的，你还可以看到部分的海景。再过来我们看一下餐厅的位置，它有一个窗打开的时候那个风比较通的。还有现在我带你去看房间，你会觉得那个走廊有一点矮，可是我觉得那个业主是比较聪明。房间都是方方正正的，也是看远景。可是你看过来上面，它那个走廊它有一部分的位置就是拿来做放东西的。再来为你们介绍的就是主卧，那个主套房里面的房间不是方方正正的那种，可是空间是比较多，采光是比较强的。现在已经差不多6点了，可是你看阳光也挺多的。对面也可以看到部分的维多利亚港，右边的你可以看到太阳下山呢，对吧？回过头我再带你看一下里面，它有一个大的衣柜，还有空调也是新的。当然走廊上面也是有一些放东西的位置，还有那个卫生间里面的，还有淋浴的位置。它原来有一个是浴缸的，可是它改动，还有一个窗子，还有另外一个客人的卫生间。最后跟你们介绍的就是厨房，厨房的空间也还可以的，对吧？放东西的位置比较多，窗子也挺多的，还有洗衣机，做饭的位置。如果你们对我今天推荐的单位有兴趣，可以跟我联系啊。那个单位是放卖也是放住的，我是有钥匙。最后麻烦你们点我一个赞可以吗？还有如果有兴趣的可以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Lily Show 沈厚丽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